区的理事长，你所长是在创啥？你有考虑要留下来吗？现在的乡村需要年轻人返乡，台湾的农业才有新活力啊！你想当农夫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可是这个怎么没有声音？老师，我们理事长在修钢琴。这间厝已经超过一百年了，上应代表咱农村的文化。一摆，我若透过水保局的农村再生计划，才有法度甲保存下来。所以，我会来捡一撮农村生活的相片啊，以前的人用过的物件吼，看法度甲布置一下农村生活文化馆。